我们公司，我是不是练过武功？我就是我们还没回去呢。开的没有，不要说怎么走开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你知道我静下心来的时候，我就想真的，Hello. 因为成员真的就一直在说哇塞，好累啊，去什么地方啊，真的好艰辛。我有，他们有充电宝。就是上好，看着那都好，两天时间。我真的，我总感觉就是，哎，我眉头有点干。我总感觉现在已经是半夜十二点，才八点。就像我今天中午，我老以为就是到饭点了，11、12点，然后一看手机才9点。谢谢小飞龙送光，因为很早就开始起来了。一会儿回去，谢谢金仔等了一个会。我作息哪规律？我被迫规律，在直播。我没关系。手还好吧？就是在直播。那是因为只有到饭点的时候才是休息，所以就吃饭。就是今天非常按时。就是，哎，我们爬了好多不同的山。而且是那种很陡的坡，就是说先送的这个奶茶，就是那种地方，就是就没有路，自直接往上走。但是 staff 就是有把那种很就是很多的那种树枝什么的那种上去，你呀，不行，今天回去还排练，哎。爬了不知道两三个不一样的吧，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前两个爬的特别的，因为我们昨天不是爬山嘛，然后前两个今天爬的特别陡，然后我们在爬昨天爬那个，就我们觉得非常简单，就是轻而易举。谢谢朋友的好来送钱。对，明天要上课，要考核最要拍档的内容，然后今天回去得准备最要拍档的节目，然后。然后还要排就上课，谢谢小朋友送你个嘛，然后还要还此生共演，对，然后，哎，我谢谢念琪送的五多哦不呸，五个荧光棒，谢谢惠飞秋日奶茶。我今天真的就是我这两天就是换装秀，就是我直接在那个山坡上悬崖峭壁边支帐篷换衣服，因为我要拍不同，就有换要换，就是从衣服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一直换变装秀，然后在酒店也要换来换。我生日公演就是说不是说五月底吗？staff 也都在呢，不然哪来帐篷？现在送了五个荧光棒，我真的无语，这想哪去了？那你说我在哪换？我回来再我下山，然后再回去换，然后再继续上山，再下去再上山嘛？谢谢骑手送荧光棒，我才没有都是小婆是家的。谢谢小怪兽的玫瑰花。还好吧，就是，上午早上很冷，中午下午不冷，晚上就冷了。就是尤里特还不知道，但是尤里特要换又要学琴曲，只有几天时间。他们现在在补镜头，还等。谢谢小飞龙送的荧光棒，还等很久，还等一个小时左右，反正我结束了，从早上到日出到日落。刚刚见导演，他说要补，还补一个小时，补镜头吧。谢谢玉旭送的巧克力，不是我们拍，是他们拍。谢谢 IBORNAND 送的名字，他叫我妹妹，那他叫姐姐的时候我老以为他叫我，因为平常不是叫我姐姐吗，然后他就叫我妹妹，但他记得住我的名字，什么七七小七。喝完了，温着一点，我这还有水，矿泉水，也不算。哪两天时间准备几首歌？准备五首歌，哪有时间？我肯定要抓紧时间。他不连起来，他就是说妹，就是妹妹，他叫我妹妹，叫我妹妹。
麦芽麦麦。我昨天我在等，就是昨天我以为我要拍，我在房间里等的时候，我就听着导演在外面喊麦麦麦麦，我就说麦麦是谁？谢谢飘的花开，谢谢夏天雪的皇冠，谢你的皇冠，就是说打个鸡血，谢你的皇冠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温暖了四季。哦，不行，对，我这首歌已经 PTSD 了。我这几天就一直在歌颂北吧。谢谢你北吧，我每天都在感谢你北吧，让我拥有了一次美好的体验。太棒了，我没有。其实说实话，现在在这很辛苦，就是删那些，其实我觉得是拍还是学到一些东西，新的体验。然后看这个深山老林，我就感觉就是那种什么抗日打仗的剧，我觉得他们更难拍。其实我们小时候回老家过年回老家，我怀子经常跟那些什么表弟表妹就是爬山，就是爬山比爬山吧，就是到处跑，也不怕被扎。主要这次就是没有裤子，谢 Blake 说穿这样穿。我和小燕套上就是裙子，其实他们也有裙子爬的，他们昨天也是裙子爬的，不一样。这个导演真的很有趣。就是哎，你们懂那个密密麻麻的小刺，一根一根拔出来的感觉。我裙子虽然没被划到，但是有就是有在小溪的那个溪，谢被一次性冲出来，然后裙子湿了，就这样。就是之前老家的山，它就是那种还是有路的，因为他们会上去种田什么的，种哎，差不多。看不出来呀，我这个，因为它是小点点拔出来，然后有一个没拔出来，然后那你帮我拔出来了。价格定金，我以后然后反正就是感觉。哎，如果在这旅游其实还挺好的，因为我们看其他的那个就是住的地方，他们还有烤全羊，我很想吃烤全羊，没有踩成一条路，它就是你们走高算能看到那种野山，你直接往上爬的那种感觉。你真有病，我觉得你们思想很龌龊。什么叫狮子？我就是裙摆，我在石头上，就是溪中溪流中间有个石头，我爬上去蹲下去，那个裙子裙摆能不湿吗？我真的是。我真的很怕，就是那种林子上面就是窜出一个蛇或者是野兔什么的。那就好了呀。我没有时间，我真的完全没有时间。有时间就是回来换衣服，回来衣服我就赶紧买一个绿豆糕，然后吃两口换衣服，然后再继续补妆，补完妆然后就要赶紧去集合，然后剧情里就化了。因为我今天真的很累，然后肯定没有，他们肯定看到我那些小动物，就看到我们就跑了。我们吃盒饭，我们这个住的位置，它这个很长一段山路，下面的就是下面一点那个山，就是吃的啊什么还可以垂钓、烧烤什么的啊，就很不错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就是盒饭，然后有一些小零食。就是农家乐。我在啥忘了，录了素材，我觉得我全在讲废话，说实话讲废话，也不是对，现在我们去干嘛，这样，中心远嘛，远两个小时回去还坐两个三个小时的车，演戏的体验，我觉得就是。怎么说呢，谢飞行员送的全来，这既不能算完全演戏，演戏都是有台词有剧本怎么怎么样，这是没有的，他是那种就是
就是你坐那摆一些情绪上的东西什么的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还是跟平常拍拍戏不一样，拍不是拍戏，没有做完，不是没有做完，拍视频不一样。还没做完还什么？你看一下。看到了。谢飞对他说的巧克力。我发现我们这个 vlog 不是让我们自己翻，因为姐姐要去每个人班拍。谢薇琪总没挂，谢小飞总没挂，他要去每个人拍，然后好像是官博发，就是官博一天发一个人的那种。我问了姐姐，不，他没要求我，我就要拍，就打算拍来着，真的。哎，今天最后我留在上面拍的时候，我没有拍，因为我的手机没电了，被带下去了。又不是找别的房间直播吗？他们走了的嘛。人家是因为我们开了才走的。啥呀？你们都拍了吗？这不是外屋，这是外八想拍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谁啊？就是那个谁，就是北八想拍的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出差，算出差，公费也不算旅游吧，就是说不像是旅游，就是工作，因为完全没有闲下来去逛的时间，除了我昨天很早化完妆了，我以为有我，真的，昨天然后我就抽空去拍深写和就是拍了，然后就说一起上山，上山去，然后我爬那个山，然后也没拍，就是我和小燕镜头都没拍，因为他们在拍他们的，就以为能拍到我们，但是没有光了，然后就下山了。像他们也因为他们最开始在拍他们的一些镜头，然后我就以为要拍我就昨天我还挺闲的。今天就不行了。你该舔。但是我觉得舔连味道都没有。哎，如果你说那种景点的带我们爬山团建，我觉得非常的不错。就是说，就是那种景点，就是有路往上爬，有栏杆那种，这种野山。然后你过一会儿你就发现爬不下来。还行吧，就是，其实我挺喜欢这种忙碌的感觉的。我很享受，就是一直有事情做，一直有事情做，没有停下来那种感觉，就甚至会喜欢那种，就是你吃不上几口饭，就是你扒拉几口就马上去下一干下一个动作感觉。但是，我很讨厌，就是说，就比如说现在开车去下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在上面就是车上睡着了，然后。就是睡得非常非常熟的时候，突然就是叫醒你，马上起来工作，然后跟那个时候脑袋就会特别疼，我非常的痛苦。还比如今天就是从另外一个山回来之后，然后我到这个就是这个地方休息了，就是我本来在床上躺着，就是说看看手机嘛，就是说等下一场拍，因为他说很快就要拍，然后我就不小心睡着了，然后睡着了睡了二十分钟，然后又就是突然一声怒吼，就是叫我，然后拍摄了，就是那个时候脑袋会特别痛苦，不是拍戏，真的不是拍戏，不要问我，反正我没演技，我真的没演技，我就是没学过，就是我你们也知道的，我平时什么样，平时做啥也挺尬的，然后就我尽力了，我尽力去体会了。喜欢芒果味，然后就效果出了一个什么样吧，我。青山绿水，绿色的冰淇淋，非常的这是个吸引。哎，就看着吧。但是导演，反正他其实还挺精益求精的，就是说一定要拍到好的那边，就是状态好的，然后他会拍很多很多条。我这次就是谢肖送的，然后这次累的我就是不太想去看自己在镜头里面好不好看了。就是，而且还有点冷，就是已经不想去看好不好看了。吃点蔬菜，哪来的蔬菜？这地方鸟不拉屎。我没有，他是每一个镜头都要拍很多很多很多。节目在直播，有宽，他每个人都宽。谢谢他从里面没有一条过的，大家都没有一条过的，除了那种什么走走路啊，就是拍一个空镜啥的。他每个人的夸，他是那种鼓励式的，就是这条真，就是说你状态不错，表现的真好，真不错，真棒，然后但是然后接下来然后听我讲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条，这样子的。
我觉得出来看看风景挺好的，除了爬山特别难受，因为光腿嘛，今天树枝也会一下子扎呀，或者是怎么怎么样。但是目前看来腿是没什么外在的伤口。那导演拍过好多我们北巴的 MV 啊，宣传片收工了，能说吧，就是呈现了我们羽化成蝶的宣传片，然后好像还有 Bill Fighter 的，还有就是对，就是那个导演，还有想不出来了，现在真的不知道你们看过没，那还有自己的想法，挺好的。我不能剧透，但是我就是感觉就是斯巴很喜欢拍这种剧情，两个女孩的剧情，没有没有，他们说看起来很奇怪，明明是就是挺好的。收工了，收工了。不是，我们是姐妹。没有，我是说剧情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就是跟其他就感觉。回去一堆事情，我然后翻牌很多没翻，然后其实还就是这两天暂时没有处理的事情还很多。就是说，这因为这两天之前就是看到了一些东西，非常的难受。就是看到了一些言论，而且不是就是路人的一些言论，谢赤鲁君说的，就是看着非常的，谢绿豆说的非常伤心。上车，在直播。好，上车，来了。再说吧。上车，不是你，零八零，上车了。再说吧，我真的非常难受。你不会睡着了吧？不是你们，不是你们，不是你们，不是直播间的人。我不知道是不是，不是，我不知道。不是你，不要担心。就是这样，真的，我能想象的话，好，到了，拜拜。菲斯姐姐，今天回去应该不会播了，太累了，哎。菲斯姐姐，我的腿疼的走不了路了，我可以不上课吗？好吃饭，可以。好，休息，早点休息，知道吗？